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说这个函数了，那 x 是介于0到2π之间，就0到360度。若它的图形和 x 轴的焦点个数与函数的最大值分别是 a 跟 b， 就是说那个焦点个数啊，就实际上就是根啊，令它等于0的根。 还有这个函数的那个最大值是 b， 那么他问说 a 乘 b 等于多少？首先我们看这个函数，它的话是cosine x 这个图形它是什么呢？它 x 方向伸缩多少呢？伸缩1/3倍了，那 y 方向呢？伸缩2倍。 然后呢，在 y 方向往下移动多少呢？移动1个单位，所以它图形把它画出来，应该这样子。我们先把这个图形把它画出来，这样，这里到这里的话。 是吧？这里是2π嘛，2π，2π，4π，6π，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呢，收缩成1/3倍嘛，就是说这样子。然后的话呢，本来的话是正负2，那往下呢移动多少？往下移动这个。 一单位，所以这里是变成1，然后这里的话呢是多少？这里的话是-3，就是说最高点跟最低点相差4，这是-3。本来这里是1/π，1/π的话乘以1/3，因为伸缩1/3。 这是1/3了，这个的话呢，这里是那个1/3，没有，这本来是1/3，再乘以1/3，这是1/6，那这个本来多少呢？本来是1/π。 π的话再除以3，就1/3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加多少？再加这个，6π，这里应该是多少呢？这里本来1/3π，然后这个是1/3π，1/3乘以呢1/3，所以这也是1/3π。 这里的话，刚好呢，本来是2π除以2，除以3的话，这个是1/3，这里的话是多少呢？是那个再把它乘以2，1/4π，这是1/6π，1/6π就2π，所以的话。 它的话呢是收缩这个1/3倍的话，所以这里的话变成呢有1、2、3、4个呢，等于是波峰了。本来是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这个，这0到2π，那0到2π的话，那现在的话呢收缩1/3倍的话，就变成有3倍出现，1、2、3这样子。然后呢？ 那这是0了，然后现在的话呢，他说跟什么？跟 x 轴的焦点，这个就是 x 轴了。它焦点有几个呢？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6个了，a 有6个。然后 b 的话 b 的话最大值是1了，b 的话等于1，所以 a b 等于多少呢？ A B 的话等于是6乘1，所以是6。
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